我对那个突然看那小孩那一张，我非常非常特别有印象。为什么特别有印象？欸、太可怜了嘛，就是哇，那个就是会抓到人的那种心里面最怎么讲？反正一看就知道了。现在最新的民调，你们现在是支持你选总统，你怎么来看？哎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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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多了？哎呦，不用不用。市长，今天这个展看完，那台南有僵尸展，你有兴趣吗？僵尸展什么叫僵尸？市长，你有听过林正英吗？有看过他的电影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那你喜欢僵尸吗？没有，那个黑色喜剧的，那很。谢谢，刚刚讲好了，好不好？市长，那会不会觉得说现在最又可能可以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党了呢？因为现在支持度已经来到三成，有民众觉得不需要你可以来选。好了好了，下一次，下一次要专访再来吧。好了，这回去慢慢看。路华小心好不好？谢谢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